海哥，今仔日哦，买个私人招待所请人食饭，应该哦袂遐尼紧就回来啊。一定是有婚礼，就无要找你去。又安怎？我嘛无想要去，好不好？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是讲吼，李可欣即马出这种代志，我看真有可能去影响到海哥的生计。讲到李可欣吼，咱顶台刚才的许安康啊，伊伫个证人的面头前踢破李可欣所做遐歹代志，那安尼哦，李可欣就无机会接近董事长嘛。只是讲吼，咱安尼用尽办法想要甲李可欣送走，也毋过煞拢无成功。啊，难道是迄个徐安康哦替咱甲李可欣送走的？是讲哦，安尼嘛好啦。安尼哦，李可欣的薪水就袂去互海国坏了。就是啊，董事长哦一定无会想到，伊遮尼辛苦要找查某孙，建立的身躯比做特助，阁互伊真心挂走。真正是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非常精彩，精彩非常。徐安康，你现在做哪一家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写单够你私闯民宅哦。你不要拜托的，你是未记较早我妈到过家是无啦？我今仔袂输，跟你今仔早卡。阮拄才讲的话，你用听着。我唔来听着你车，我跟落去。哦，我有咧无唔对。这李可欣家是哦，海王哦，是要找亲生查某孙哦。啊，无怪恁两个母仔囝这么惊海王知影一件代志，伊就是惊讲恁两个小弟了后，李可欣会跟恁两个不好了。小卡，你这么逼我！我不是，那我啊，小卡，你到底是想安怎啦？我你有空啊？我跟你讲了，我的条件足简单嘞，只要你答应。甲骨髓，讲我最近妈妈，我着将所有秘密拢甲藏条条，因为拢卖人知影。不过你若是敢歹答应哦，吼吼，我着甲所有秘密拢互海王知。甚至是恁姐姐两个要设计伊个代志，我嘛拢会讲讲出来，互伊好好欣赏。到时恁两个母仔囝，也着会做准备。小卡，你妈，你真不能答应伊。你废话，到真正要抓你是猪！好啊啦，莫阁抓啦！我答应你啊！妈，你不用答应伊啊！这妈妈敢来得答应？对嘛，就是爱乖乖答应，听话就对啊。啊无哦，亲像海王哦，真个粗残的个性，又够手段。伊若是再你安尼对待伊，伊一定会甲恁剁心巴肠的。徐安康，我即卖已经答应你讲哦，要捐骨册哦，柯有英啊，我警告你哦，这所有代志哦，不准你搁提出来威胁我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卖打着我的底线，我就袂安怎。因为我对你所做遐垃圾代，我全部拢无兴趣，而且我嘛无啥想管。等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可是讲，若不是我知影俊杰已经死啊，你起码呢，好了准讲，你就是李俊杰，不是徐安康。我是想讲根本就无重要啊，重要是哦，恁这种哦下流卑鄙的人，就是用一寡无正当的手段来对付的。重点是会当达成目的就好啊。为什么？你也会记得呢？爱来做骨髓移植的手术，你若搞不来，你就死我嘛！想看，想看，你这口不接，啊！笨死！我操！鸡汤啊，骨只物件拢是我家己亲手做诶。
你加减食一寡，来，一寡鸡汤，这疗效多少？啊，那这物件，看起来拢足好食款的，多谢你的用心嘛。没啦，应该。来，韩秀玲。是病药啊，同安的，医疗啊变白，就艰苦的。哎，你敢知影？你食什么款的物件较袂变白？你跟我讲，我转去煮给你吃。别打，别麻烦啦，别打。别来麻烦啦，你查某囝遐尼贤煮食，你唔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食我煮的菜。我当然嘛知啊，我查某囝就搞煮食的，阿婆当这时，我来找伊来公司上班。我家知啊，妈妈一直拢无你就好呢，会当安尼一路看你大汉，看你出社会。现在我想台湾帮，就是希望你所来人生会当平平顺顺，将来我们一定会天天好好守护你。我把你贴天天。我你伫我的身躯边好好保护我，照顾我。安静，无跟大家休息呢。我真就希望，咱当把过去遐遗憾，拢总弥补回来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希望的。安尼嘛，我敢当拜托你，遐个孤魂，我有想袂好无？我需要的不是孤魂，是你。伟霆，你跟妈妈，我妈妈坚持一个好不好？我得看明仔，明仔马上就会出现跟妈妈比对符合的人啊，对不？啊，我看你即摆身体已经愈来愈歹安尼，你物件拢无啥食的咯。我真正是足烦恼的妈，你讲那个考虑者，你就答应吴小美的条件好不好？哎，你的福星来了啦！哎，我跟恁讲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就是高富香每当要捐骨髓哦，给俊杰妈妈，而且无需要提这股份来给伊换。啊？怎么有可能？你想做回答应的？当然嘛，是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回答应的，不过你放心，绝对是无违法，哦，无违法。对啊，俊杰妈妈，恭喜你！你即马总算会当动手术，安尼你真紧来当恢复健康啊！都是，哎呦，徐安康，你到底是用什么鬼上的手段？你嘛讲清楚！哎呀，这件代志你若莫搁问啦，非得我已经处理好势啊，你免烦恼。非得你免烦恼，我会处理的。我都在家的，我哪可能卖烦恼？你拄只讲迄句话，好惨，就是俊杰才会讲的。嗯。
从啥啊？有记啊，你是安康梦着？废话，无是啥啊？无啦，就拄则你好参详，过来问我啥物代志，感觉就参详俊杰，因为就要搞代志，我参袂心肝来。那你安尼讲？我冇一点仔感觉呢，还是讲，是讲春节到即马，佫分袂不切，你哪有可能出现在咱面头前啊？就是讲的，佮毋是咧看到鬼个。啊，好啊，莫佮讲这啊，即马上较重要是哦，一箍无相袂，我愿意捐只骨髓予你诶。来来哦，我来赶紧通知医生安排手术。面对每一条人生路，只要有爱，就有力量。咱做伙创造咱的荣耀。请看民视最新八点大戏《爱的荣耀》。